的心，读懂你的虔诚。为了你温柔的本，甘愿为你牺牲。绝对的位置没有危险标志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我。把重新开始，战斗不能停止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意正中来临。全力开始狂奔，全力开始变身，全力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。 为你改变星辰，全力开始奋战，全力开始瞄准，全力开始终结我深爱的人。为你奋不顾身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我早已把谜底看透，不许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全力出击的那个我，拒绝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身体的爱是种无奈，但它温度让黑暗不复存在，激发无限的力量去冲破困境，用神力把石头都击败。 狗屎了！这是谁啊？这么没公德心！薛灵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回来啊！我住在这里。又想赖在我们田小姐家白吃白喝是吧？你知不知道？ 我们田小姐因为你都新得了失恋症候群。田小姐，她把你害得那么惨，刚才干嘛不让我？快，小声一点，需要拐耳朵，不要被她听到。我们躲什么呀？她都欺负到家门口了。 他买了对面的房子，人家现在是业主。原来那天搬家的就是他呀！哎，他不是买了2亿的大宅吗？干嘛要住到这里呀？明显就是针对你，就像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树上，你这只狐狸在下面抓耳挠腮的够不着，吊着你呢。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，对，我们应该担心你的病情。 今天我们还约了心理医生呢，还约什么心理医生啊？我怀孕了。你怀孕？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徐小怪知道。为什么呀？我们都分手了。都分手了还仲甲对面什么意思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跟前女友分手后住在他家对面，谁能想到这一处？ 心机太深了，完了！之前看到他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，做了好多丢人的事。你已经不清醒到连梦境和现实都分不清了吗？你都做了什么？醒了，是饿了吗？你放过我吧！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不要再来我的。什么怀孕之后，我连血小鬼的心跳声都听不到了。唉，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！我先去帮你做早饭了。喂，哪位？老婆，是我，云真。 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好想你啊，好想马上就能见到你。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我都说了，我跟薛林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喂，你不想知道你昨天晚上睡着以后，我和你前男友发生了什么事吗？ 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都知道些什么？爸爸就告诉你。 叫声爷爷就放手，爷爷，放手嘛！你这样倒是让我不好意思再打你了。我这叫能屈能伸。反正你比我大200岁，别说叫爷爷，叫祖宗都不吃亏。你也是基因突变人，不仅是你的同类，还是你的媒人呢。要不是我，你怎么会运气这么好，遇到田径池呢？ 我本来只是想把那辆运输干尸的货车逼停的，谁知道田径哲这么倒霉被货车撞上。你这么说我听不懂，从头说。半年多前，我交往了个很重口味的女朋友，特别喜欢研究木乃伊什么的，家里书房都泡着人体组织。她听说某个私人博物馆里有具干尸很特别，要被租借出去做研究，非拉着我陪她一起去看。我一看就知道，你只是被放干了血，休眠了。 你当时就想过要救我，想啊，可是没有下手的机会。想着在运输过程中救你会更容易一点。我血都买好了，谁知道田径只会出车祸，用自己的血救了你，还发展出这么一段孽缘。你为什么想要救我？类，当然要互相帮助。那又为什么会找上田径之？嘴巴闭那么紧干什么？说，为什么找上我？这么辣，我好喜欢。还能更辣一点，信不信？ 好吧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想喜当爹了。啊！我跟薛林乔一样的不老不死，都快跟你们进化成两个物种，有了生殖隔离。之前交了那么多女朋友，没有一个让我考虑意外怀孕怎么办的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可以怀孕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都跟了你3个月了，每天都给你送白玫瑰，你发生了什么？ 我当然知道了。你昨晚把我怀孕的事也告诉薛宁乔了？开什么玩笑！我跟他可是情敌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赖着不走怎么办？那就好。我还没决定好要不要这个孩子呢。生吧生吧，为什么不生？你生完这个，再给我生一个，我保证对2个孩子都视如己出。 我也很有钱的，你想生几个都可以。你放心，我们在一起以后，我会跟楼下那几个女孩子分手的。那你想怎么样嘛？你说啊，老婆。我想你离我远一点。这个不行。 好骗啊！都说了不老不死了，还是老婆眼光好。今年万圣节造型就这个好了。你要寄快递吗？麻烦帮忙看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你送的快递？啊，没错，这是我收的。你看，还有我签名呢。 那你记不记得是谁发的这个快递？你找寄件人啊？你看，这不是有地址吗？地址是假的。那电话呢？我打了，是报刊亭的公用电话。报刊亭？前天我记得有一个女士打电话约我在报刊亭拿一个快递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是不是有什么违禁品啊？ 要不要报警？才是天津之的大麻烦。饿了吗？我给你切肉吃啊。张医生，薛爱田小姐的助理刚打电话过来，取消了今天的咨询预约。 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大，我失业了。田径之好像已经不需要我这个心理医生了。第一名。 你还来干什么？田径之没在家吗？开车出去了。你还是要怪田小姐啊！你不是不要我们了吗？冯东东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他现在嗜睡这么严重，你让他一个人开车出门？啊！再有下一次，你就给我回家吃自己！对不起，唐小哥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是田小姐坚持要自己出去，我也是被她给。 没出息！嗜睡的话，不要一个人开车出门。冯栋栋不放心你一个人出门，拜托我来接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还买了我家对面的房子。 有一些事情想要确认，所以回来了。之前我就觉得这个小区很不错，绿化好又安静，很适合隐藏。那事情确认完了吗？嗯。怎么样？不太好。在心底说不出的话。近期市公安局连续接到3起女性失踪案报案，稍后我们会公布失踪者相关信息。如果您有相关线索，请与华龙区分局刑警队的李艳芝警官联系。在这里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们，近期出行时注意可疑人物，保证生命财产安全。 李彦之警官，有何贵干啊？你周末是不是要去外公家？是啊，我外公打电话跟你说了。不是，是另一个人。岳特助啊，那个扑克脸打电话给你干什么？也不是他，是你高中时候就哭着喊着要嫁的男人。什么？他回来了？什么时候？他不告诉你啊，估计是要给你个惊喜。你可不要出卖我通风报信啊！知道了。 那周末外公家见，不用，我去接你。好，周末见。嗯，你跟李艳芝关系还是很好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他爷爷和我外公是好朋友，就算做不成恋人，他也是我重要的弟弟。那，你高中时哭着喊着要嫁的又是谁啊？ 跟吵架了，他什么时候又变成你的大乔哥了？我是说薛林乔，我现在不想听到他的名字。林俊，邻居总行了吧？对，邻居，这个好。你说他干嘛回来啊？还在我身边没事人一样的转来转去，还冷嘲热讽的。他是我的谁啊？不行，我要去跟他划清界限。 你有事？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冒犯了，我不该那么多嘴。哦，没关系。搬过来后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拜访邻居，这是礼物。 可是我没有准备礼物。你安全就是最好的礼物。田静芷，虽然我住在你隔壁，但我会尽量不打扰你的生活。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邻居，一个点头之交的朋友，好吗？冷静，豆豆，我刚才是不是很怂啊？不是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克星，遇到克星没办法的。你看孙猴子多厉害，遇到了如来佛，照样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啊！你好，请问下我们小区有人叫薛爱田的吗？你好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我们是不方便透露其他业主的信息的。有人把给薛爱田的水果写错了地址，寄到我们家去了。物业有的时候也会帮忙代收快递，所以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？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薛爱田的话，应该是22栋的业主收快递的那个。原来就住在我家对面。 刚搬过来不久，住在23栋。那难怪会记错了，原来你们两个还是邻居。那太好了，那我自己给他吧。再见。你哪位？你是薛爱田吗？嗯。 我住在对面23栋，你家买的水果地址写错了，寄到我们家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你不认识我？你跟我穿了一样的衣服。我对，好巧。 薛小姐还有事吗？没有了，我们是邻居，以后好好相处哈。好，再见。怎么这么多变态在外面晃悠啊！真是教育的失败。给邻居送签名照。 这不太好吧？怎么不好？人家昨天把寄错的水果快递还回来了呢，当然要表示感谢。而且他都模仿我的着装了，还假装不认识我。现在这么懂礼貌的人可不多了，知道女明星很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的。你把我的签名照送过去，再提点水果过去。够有诚意了吧？嗯，好。 喂，有事儿啊，邻居大哥，你去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要跟你报备啊，邻居大哥。哎，说不说？大钊哥，这照片是田姐送给邻居的，弄湿了田姐会揍我的。送照片？昨天网店弄错田姐家的地址啊。 邻居收到给送回来了，田姐要我送几张签名照过去表示感谢。既然搞错了地址，那他怎么知道田静植住在他的隔壁？我怎么知道？不知道就去问。问什么呀？跟他聊天，问他为什么搬过来，做什么，然后随便聊聊，回来告诉我。哦。 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谢谢。你家好多的书啊！让我猜猜你的职业，你是学者啊？不是，我之前是开书店的，后来书店倒闭了。那这房子是你租的？ 我父母去世后留了几套老房子给我，后来老房子拆掉了，我就买了这里的房子搬了过来。这地方很偏僻啊，你上班也不太方便吧？不会啊，反正我在家工作就好。等等，让我再猜一下，在家工作，在家工作，网络作家，写小说的？不是，打游戏的。啊？游戏啊？嗯。 我经营一个网员工会，就卖装备、代练什么的。你也住在对面吗？不是啊，我只是田小姐的助理。田小姐，田静植啊！你昨天还见过，你还送完了水果回去，所以我们田小姐特地让我过来谢谢你啊。对面的邻居不是叫薛爱田吗？那是假名。哦。 假名啊！你真不认识田静植啊？田静植是谁？360娱乐每天都有田小姐的新闻，这么大，你都不认识啊？他说他平时不怎么看偶像剧啊。 也不怎么关注娱乐明星的。啊，他是哪个年代的出土文物啊？邻居大哥是明朝，他是汉朝的吧？不行，我交给你个任务，你现在立刻马上 right now 去给他科普一下，他到底有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女明星邻居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！田小姐，生气对小孩不好的。你到底有没有想好要怎么办啊？ 没有。这肚子要是大起来的话，邻居大哥迟早要知道的。不大起来不就得了？哎呦，我做好决定会通知你的。你现在只要帮我接到好的工作，扩大知名度，不要搞得邻居都不认识我。可你现在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呀。我这两天精神不是很好吗？哼。 其实，我昨天是有接到一个电话的。周末好。你好，又一样啊。嗯，网上买的。我也是。你穿什么码 ？M 码。Yes， 赢了。我穿 S 码。我穿 S 码，裤腿短了。 改天聊。哎，等等，昨天我让我的助理拿了些碟片给你，你看了吗？我们家没有 DVD， 电脑也没有光驱。你平时还看光盘吗？现在网上下载很方便的，买个容量大点的硬盘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家里也可以节省很多空间。是吗？我这个人比较恋旧，平时也完全没有 care 节省空间这件事。我喜欢家里被塞得满满的，充实的感觉。我懂了，追求复古潮流，这方面我也有兴趣。好啊，今天我要出去，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，改天聊。舍得住进来了，是啊。你怎么了？别和我说话，让我思考一下人生。小娇，小娇，小娇！哎呦！哈哈。 哎呀，一年多没见了，让小舅仔细看看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我的美震撼到？嗯，我们家大小姐当然是最美丽的了。小舅，你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？应该会很久的。太好了，那要经常带我出去玩。玩！你上这综艺节目没玩够吗？外公，哎，这你也来了啊？最近忙不忙？还不是那样，查不完的案子。你这老头怎么回事？ 看见我就知道训我，再训我，下次就不来了。我没有训你，你上节目不是玩吗？哼，反正现在我小舅回来了，你训我，我还没告你的状呢。小舅，上次外公还跑去登山，他的血压都高到爆血管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真的爆血管也是被那娱乐网站那里的网友气的。他这么说我的乖外孙女，对不对？哼，就是。嗯，邱老，那需不需要通知我们的律师团发律师函给他们？ 告网友？是的，大小姐，据我分析，这个事情是可行的，而且已经有明星的经纪公司告网友告赢了。哦，哎，那通知律师团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不准去，死扑克脸！你想把我变成不可说年男之一啊？就会出馊主意添乱。爸，小侄应该也饿了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对呀，你这孩子就不好好吃饭。 来，而且啊，小爷难得来，哎，我通知厨房备些好菜啊。嗯，去。小娇，亲爱的好外公，喝点汤。这么乖，有什么事情求我啊？ 外公，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孝心，你这么说我好伤心的。真的没事儿？就一件小事。咱们家小辈儿里啊，18个男孩子，就你一个女孩子，你有什么事儿？你外公一定会答应的。不是啊，外公最心疼的就是小侄了。去了，别这么说，那还得看是什么事业。 对外公来说都是小事了，这不是还有2个月就是外公70大寿了吗？嗯，您看，当年因为我妈执意要嫁给我爸，您跟他断绝关系都快30年了。她之前也是您最疼爱的二女儿，而且又给您生了这么可爱贴心的外孙女，您就不能原谅她吗？一个成人呐，那位置的行为买单。他买单了，发票都在。有发票也不行，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。哭什么呀？啊，他牙疼，夏天容易上火。嗯，你看你啊，你现在这么关心他，当初为什么要拒婚呢？外公，你别说了，我都快后悔死了。后悔是应该的，要不然呢，现在我也许已经当了老外公了。哼。 要通知你一声，我怀孕了。不要以为我住在你隔壁就心存幻想，我们已经分手，你怀孕了，我也不会负责的。再见。不对不对，这不是薛小怪的作风。 我没有让你负责任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有知情权。关于我怀孕的这件事，我要做爸爸了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会负责的，为了这个孩子留下来。如果将来我的身份被发现，被科学家抓去做研究。 你也不要自责，这是我自己决定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女人找男人说怀孕了，不就是要他负责的意思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说。老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我家门铃坏了吗？不知道。你按了不就知道了？哦。 下次我会按的。那你还不下来？你是我家吊灯上的人形挂件吗？你以为我想这么偷偷摸摸的吗？还不是因为你的邻居前男友，看到我来找你一次就会揍我一次。那你还敢来啊？我打探过了，他不在，而且我要喜当爹啊！你看起来都还不懂事，喜当什么爹啊？福利院可怜的小孩子那么多。 你又有钱，多领几个回去养啊！福利院的不行。行行好，我是个女艺人，也是个普通的人类。你要我去未婚生育？那你跟我结婚呀！我要是能跟妖怪结婚的话，我不是早就跟薛灵乔结婚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歧视妖怪的意思。我是说，人妖殊途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没办法要这个孩子，所以你以后不要把薛灵乔从对面赶走吧。啊？他武力值比我强，我打不过他。他住在这里，我就没有办法追你了。啊？他只是邻居而已。 你听说过有谁把邻居从人家自己房子里赶走的？薛灵乔，我得赶紧从2楼窗户走了，我会再来看你的，老婆。邻居大哥，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？一个女邻居你都要怀疑，人家是从物业那里问的了。谨慎一点总没错。你记住，不要让田径直单独待着。 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会去问的，你别太担心了啊。水生，我回来了。你自己在家里寂寞的话，可以去隔壁找田小姐玩。她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怕她？她会伤心的。我以前就担心，我和田静之在一起，不仅她会成为我的弱点，我的身份也会成为她人生的绊脚石。 现在绊脚石出现了，我必须想办法把它搬开。哦，刚回来啊？对。还在馆长那儿做教练？对，馆长很照顾我。 那就好。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吗？白天睡太多了，晚上出来透透气。前两天你跟我说的事，我还没回答你。 非常荣幸今天能请到灵芝夫妇来做客我们的访谈。是前灵芝夫妇，我们现在是邻居，不过关系还是很好。啊，好好好，前灵芝夫妇，那么采访开始之前呢，先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。我提一个问题，你们分别在空白的板上写上答案，好吗？ 田静之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？《富春山居图》是最喜欢的吗？当然，他喜欢刘德华，做梦都要跟他拍戏。啊。 那你怎么不写《无间道》？那个你看不懂啊！你觉得长得帅的都是好人。嗯，我最喜欢的是史密斯夫妇，里面的妻子差点干掉了自己的老公，真的是很有趣呢。真的是好有意思啊！ 那么我们继续下一题啊。请问你最不喜欢对方身上哪一点？请薛先生限量题板。长相。嗯，这次回来感觉跟以前的田径值长得不太一样，我更喜欢之前那个。 我们来看看田小姐的吧。年龄，以前我能接受的年龄差是10岁之内，现在眼界开阔了，能接受的年龄差是70岁，再大就不行了，完全没办法接受。那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继续下一题啊。如果有孩子的话，希望孩子长得像谁？周末的夜风微凉。心还残留余温，上一秒还是恋人的身份。有些事已经不可能从熟悉到陌生，只不过是一种过程，眼角挥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疼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静得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稀薄的最后你也终于用无声承认，回忆总是有熟悉口吻，重复提醒原来的永恒，不舍得醒过来是因为梦太安稳。